我计算过，平均每天有37名同事会买饮料，算每人消费25元，一个月就是20350元。出去买饮料至少要40分钟，严重影响工作，所以老板应该也会支持我。我什么时候可以一夜暴富？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男朋友？我什么时候瘦到90斤？怎么就不可能了呢？还有其他答案吗？我们会被打的，这样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我要许愿咖啡。什么愿望呢？我未来的老公是谁？
one.